好，今天来、嗯、要过年了，来看看有什么花，对，可以摆在家里有不一样的氛围。对，而且妹妹想要浇花，对，因为动物森友会她要浇。她昨天有买那个哇沙沙的，有一个是有可以浇花的那个，我要盆栽，然后她就一直想要盆栽，可以浇花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？她这边会写雪花传奇，30块啊，4盆100块。所以这个是不是要再买那种外面的小盆子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要买那盆子是吗？对，会比较漂亮啊。风信子哎、欸，风信子是不是以前有什么代表思念吗？还是什么的传达，在蛮多漫画还是什么里面都会有，所以这个很热销。郁金香也都没了。郁金香在哪？没了，空空了吧？哦，哇，好彩头。你想买啊？好多、哦。对。后面还有长寿花。而且现在已经晚上8:30了，人还蛮多的。对。走，我们再往里面逛逛。这个正前方这应该就兰花吧？对。对不对？对，长辈比较喜欢的吧。什么比较喜欢？长辈。哦。对不对？哇，里面好有过年的感觉。哎，不，请问这个水接毛笔的？没事哦，拢有担下水哦。你有打算买什么花吗？还是要买什么的？盆栽之类的。这个长辈来的。对，这个长辈应该超爱的，而且他的盆子又是招财进宝。对，对，他这个盆子招财进宝，对，然后春啊，对，超级喜气。其实600块这样子价格应该算 OK， 是不是？因为刚好这样子放得很喜气。但这个是白的，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兰花。可是这不知道怎么顾哈。对，不太知道怎么顾。不过他们应该会浇吧？一般来说，好像买这个他们都会浇。但是往往跟养鱼一样，往往都是很难的。讲说，上个礼拜浇一次，还是多久？换个水之类的。讲得很简单，然后每次都细皮落皮。对，是真的要稍微练一下。养鱼也是、啊，就是要有耐性。对，这是就不一样的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这个有花这种的。前面有那个，看一下它的名字。立格海棠。立格海棠，其实说真的，它这样子。一盆40块减上100，真的不贵。对啊，因为这里是批发的。哦。对，花市批发区，还是要这种，可是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布呢。他们应该会浇啦。正常来说，他们都会浇才对。可是该不会这个花没了就变绿绿的一盆在那？应该是，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。如果是梅梅要布的话，就是要比较简单一点就好。妹妹会不会一天就给她浇很多水嘛，然后就被泡烂了？对，就坏掉了。它下面还有一些盆子，小盆子、陶盆。不过这个有点，怎么有点像那个人家放在那种什么紫花的那种铁板，有没有？上面的花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像那个？找更漂亮的。对，我们再找一下。这个配色其实有一点特别。对，特别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讲。中国风，因为它是金色的吧？是不是？哦。超多的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上面没有写吗？啊，有啊，有这边有写，螃蟹兰，好特别哦，它也是小小的、啊，对，可是刚刚那个好像比较漂亮，比较鲜艳、啊，螃蟹兰，可是这版的比较贵，这一盆45，而且没有3盆100。好的，准备等一下，辣椒，紫色的。刚好种一种切辣椒就拔了就可以煮菜。紫色是没有熟还是怎么样？还没成熟还是怎么样？应该是吧，再变红是吗？紫苏叶这也可以。1盆50。他那边有1盆1800的，我们去看看高级。我们去看高级。哇，这个真的是琳琅满目，非常之多。但是现在时间。有点晚，所以我们现在这时间来逛。1800，好像也还好，因为蛮多颗的。是吗？8个啊，好像8个。八个的话是多少？八个，十几
十几个，现在100多块而已啊，也不贵嘞。对，不过我觉得今天空气真的好像不太好，因为我觉得我的鼻子有点过敏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就出来就有点过敏的感觉。真的、哦。对。这个很漂亮哎，蓝色的，然后里面还有花纹，然后对它那个不一样。可是它那用绳子绑住，如果把绳子拆开来的话。啊，它是整个下面是一盆一盆的。对啊，所以是给人家批发的，是不是？哦哦。回去然后就邻居啊姐妹可以分一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长辈都这样啊。哦，1800哎，这个。对啊。这个这样几盒啊？3、4哎，直接一打没有不止，3×5=15。对啊。15盒。所以这样不贵啊。嗯。对不对？15盒1800，一盒100多块。对啊，不贵。这个兰花有一些品种是真的可以出口鼻塞。刚刚那个，我妈买哪一种的？刚刚那个很鲜艳的，3盆100块那个。好，鱼腥草会不会有鱼腥味？那鱼腥草哎、欸，辣椒，这是什么？流心口红，小时候会吃这种，有一种可以打开，然后里面有花蜜可以吃、欸、哦，好像不是这个，不太一样，因为它那个花苞比较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它那个花苞比较大一点。好的，一样红色的。我在你后面。所以你决定要买哪一种？对，我们去挑挑。我就可以浇花。喂、欸，小心小心！然后跟老板说，那个可能3个月浇一次，结果你都不用浇。所以不能买那种类似那种什么多肉植物。对，买这种的。买这种。对，看起来比较鲜艳。好。妹妹，你要看一个吗？啊、嗯，这个可是说这个可以撑多久？看起来不错。对，要问他看看，但。卸掉之后还可以再种得出来吗？这种卸掉之后还可以种得出来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不知道。对。没关系，试试看。对。我们要选什么？选3个颜色还是全部都同一个？我家里还有一个盆栽，可以把3个全部种在同一个，会比较大树一点，还是要？但是这样会不会那个空间不够大？土壤的空间不够大？我那个还那么大个、欸。知道。还是要分成3个小的。皆可，妹妹你要来吗？你要来看吗？你要选花吗？我抱你起来看，我抱你起来，你看你喜欢哪一个？你有没有喜欢哪一个颜色的？我这个红色的、哦。你要哪个颜色？那我们选一个红色漂亮的，我们可以选花比较开的，可以吗？选花比较，这个不要拍的。只要这个妈妈在选的，我也觉得这个不错。所以有你要买3个吗？对啊，3个100块。好。在哪边？我们先选选看还有什么黄色啊？黄色。你不可以拿一个黄色。好啊，一个黄色。老板要收东西的。我还要这个。啊，还是这个桃红色。我还要这个。哪一个？它是像这样子哎，把这个叫什么？这是什么什么人？什么什么岛？复活岛。复活岛。复活岛的那个插在这个，好像有点不搭。妹妹选的那个要吗？他那个花没有在这。爸爸拿。啊，你拿着，你拿着。给爸爸拿。爸爸拿。好，爸爸拿。可是要3个哎，要买3个。对，刚刚那个。第一个，这老伯大人选的。一个黄色的，爸爸手比较长。好，来给你拿。我们来看看。黄色这一个，哎呦，可以有，哎，爸爸拿好，好黄色，我们再选。拿好哦，拿好，不要掉哦。哦，然后哎，那个桃色的那个，桃色那一个，这个吗？这个怎么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嗯，还是这个？这个只有一个而已，一个花朵。哦，是要那个？好，拿出来看看，好像还不错，就这样子，好吗？拿下来。好，妈妈给你拿，我帮你把这个整理回来。压到了。一人一个盆栽，对，一个盆栽。我是这个黄色也开得很漂亮。哇，这个黄色好大一个。对啊，好像没。没关系啊。里面哪一个比较多？好。这个有点想换。哦。蛮多个。这会不会之后会挺起来啊？不知道哎，可以试试看。好，你觉得好犹豫哦，女生就是这样。没有，我觉得都还 OK， 因为这个种可能就是一段时期，要好好照顾它。啊，这个比较漂亮，还是这个？啊、还是这个好了，这个。这个吗？粉红绿色的感觉。
好像比较鲜艳一点，好不好？这个好，总共挑了这三个。好，这个红色、粉色、黄色。对，好。好，走，就这三颗给妹妹种吗？对。好。啊，要买那个下面盆栽吗？还是买一个大的可以？你家里不是有吗？要把它全部弄在一起。也可以啊，因为三个应该还好啦。来去问老板怎么种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边的好像也不错哎。好了，我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好了好好好。好。翁来，大翁来。好啊，那你那个迷你大礼花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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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麻烦你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请问这个要怎么种？晒太阳，涂油干再浇水。哦，好。涂油干再浇水。对，有干才可以浇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走，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。对。但是有点。涂油干才可以浇水，这个跟妹妹讲，她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妹妹会一直浇。妹妹一直浇，她就挂了。土怎么还不干呢？对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啦。对。我们买了三盆花，100块钱。好 ，OK。今天的花市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